能拉伸收缩135至173毫米的手机。接口为 Type-C 接口。M1 和 M2 可以设置备件单键和红。安卓手机连接方式长按 X 加开关键直至 LED 灯快闪。然后打开手机蓝牙，找到名称为第三点击配对就好了。支持 iOS 13.0 以上废游戏。安卓支持 6.0 以上系统使用。苹果手机长按 B 加开关键直至 LED 快闪为止。找到以下此设备连接。摇杆和按键挺灵敏的。支持多平台和多种游戏畅玩。收缩手柄秒变掌机。一共有五种颜色供你选择。